那你今晚大家平安啊，真欢喜啊！搁伫这个灵修的时段，就是你拍开恩典悄悄话这个时间，咱三个来学习上帝的话。特别这段的时间是一系列的箴言，和箴言真侪你甲我伫这个世间中间智慧的帮助。咱今日所要看的经文啊，是伫箴言第二十章第一节到十节，就是地高母万的。高就地高宣夸，竟然因为伊来测我的是无智慧，道理无同，正道无同，拢是妖花所掩我的。也是伫第二十章第一节的所在，智慧者伊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酒的问题。伫咱的社会新闻中间，常常拢会通看见到酒。因为人的误用，因为人饮酒的过量，造成济济的悲剧。这个悲剧，不管政府安怎宣传，不管新闻安怎报、安怎立法、安怎甲动法，依然无法度去杜绝人酒后饮烧酒、开车造成的悲剧，酒后乱性造成的悲剧。那你前面我捌听过有一句话。有关饮酒的话，伊讲会晓饮烧酒的人袂醉，你捌听过无？会晓饮酒的人袂醉，是怎样讲？会晓饮酒的人袂醉，是伊千杯不醉吗？唔是，是因为伊会晓尊责，是因为伊会晓尊责，他会懂得节制，因为伊只有饮一罐红酒。的酒量，伊敢若啉一杯；伊啉一罐米露的酒量，伊嘛啉一杯。所以，这款的人伊袂醉。会晓啉酒的人是品酒，是袂让酒离遐来掌权，是咱掌握伫迄个酒，我要啉偌济，我要准则偌济。所以，伊真正是一人会晓啉烧酒的人，就是会晓准则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也看见到合宜的使用酒，带来了伫一个庆祝。哦，是一个欢庆，哦，是一个助兴，也予咱伫寒的所在，因为这杯的烧酒啉落去，予寒的天气，予咱的身躯得着烧了。所以，伫位者伫二十章的第十节，也提出另外一个要紧的提醒，伊提出讲，道理也是真道的问题，道理也是真道。这两个拢是古早人咧计算这个物件的重量的标准。这个道理也是真道，来合宜来使用，都真侪你甲我咧做买卖中间的一个真要紧公平的标准。总是咱人那安尼来用心机、用计谋、用两样的砝码，用无同款的。真道甲道子的时阵，都是咱咧讲的讲偷金牛，都是要占人的便宜，这是亚花上帝所厌恶的。所以今仔这个要紧的话语中间，提醒咱都爱节制、爱准则、爱合宜来善用上帝和你和我的恩赐。安尼，除了咱袂惹祸上身。咱阁真侪伫上帝面前一个疼人敬神啊，一个基督徒，感谢主，愿上帝话帮助你甲我同心来祈祷，公义阁正直公平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的话在一边提醒我，唔通用着两样的道理，也是真道。你遐唔啦做生理，也是咧衡量一个人。我用言语虑别人，宽以待己。求上帝，你赦免着我，这款对你的得罪对人的辜负。愿愿愿伫生活中间，学会用善用你好观的恩赐。无论达项凡事拢通行，无拄拄有利益。总是我若甲准则，都是有信心的规矩的准则。我就将这个事来甲做好，利益的人，利益的我，嘛应光的上帝，求上帝帮助我过着一个甲人中间、甲上帝中间平衡的人生，让我嘛能过着对家己的严格的约束，
节制，让我们在生活中间不只有平衡，也有节制。在你的面前，真多是一个有智慧、有见识的基督徒，同心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